二位，请留步吧。钱将军，我期待咱们下次见面。一定一定。好，我走了。可能是出事了。老大，不好了，这下出大事了，老沙被他们抓了。啊，家里都安排好了吗？一切就绪了。没听见激烈的枪声，其他人应该是脱险了。老沙这回是完了。真没想到这回付出的代价这么大。那该怎么办？魏老大，你在保密局不是有朋友吗？帮我打听一下。没问题，这回全靠你了。也该轮到我了。跟上！魏公馆不简单，这是我父亲请英格兰设计师设计的。这条暗道可是救过不少国民党要员，其中还有一个是将军，就是钱生的哥哥，躲过了日本人的魔掌。我看门口魏公馆那块匾也是老蒋亲手写的。是啊，毛人凤开玩笑说，哪一天这块门匾要是被人盗走了，他才敢上门掏人。听得出他这话里头牙齿咬得咯咯响。其实啊，他心里很明白，日本人时期魏公馆也是他们国民党的，尤其是军统的集结站。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通，为什么日本人当时没敢动手动魏公馆。那是令尊的本事，这也是我佩服我们家老爷子的原因呢。钱胜这人不错。为人正直，崇尚职业，想当一个纯粹的军人。那怎么可能，军人从来都是政治的工具，想躲那是躲不了。就像令尊说，一辈子游离于政治之外，却深陷政治的漩涡中心，不像你身黑心白。嗨，我这都是让老沙给鼓动的，要不是他呀。老沙行啊，不过他跟我说了，跟你比那可是小巫见大巫啊。哈哈，今天晚上你和钱胜的一席话让我很佩服。行了，说佩服现在还早了点。哎，魏老大，这暗道通到哪？这里通往南京的地下水道，老蒋很担心共军在长江底下挖个隧道钻进南京城。老蒋是草木皆兵，他吓坏了。哎，
我就不下去了。老沙呢？老沙呢？老沙呢？啊，老沙呢？老沙被捕了。啊，老沙说，为了大家的安危，就是豁出老命去也值。老沙牺牲自己，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平安脱险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大家伙在，特派员在，我们就能够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。是啊。我在，大家在，最重要的是一号在，又一村在，有南京地下党在，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的。你先出去吧。是。他们说要按程序来，按照程序要先给你注射。刚才给你注射的是美国 CIA 发明的一种叫骨的针剂。这种针剂的作用是破坏你的思维程序，它能让你的神经处于无序状态。怎么样？感觉起鸡皮疙瘩了？这不是鸡皮疙瘩，这是药理反应。放心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嘘，处座。他们对少校干什么？打针了。什么针 ？CIA 的。果然，我就知道她是条美女蛇。如果少校真的是内鬼呢？你信吗？一次我不信，那两次、三次呢？少校说那是个陷阱。他当然会说是陷阱。明明知道是秦淮染坊，我们却扑了个空，不是陷阱是什么？处座，我不想听。你好，你们是好姐妹，你得帮帮她。那小玲呢？翟小玲不也是她的好姐妹吗？处座，我不会趟这个浑水的。马天笑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。这不仅关系到你的前途，小心你的脑袋。如果你还算聪明的话，那就多想想如何把你和他的关系切割干净，最好有检举立功的表现。局座，你总是丢人现眼，保密局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局座，废话少说，让李处长去认人。认人？认什么人？就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南京地下党的头。这不也是我们追踪的目标吗？局座，保密局和中统本来就是一家嘛。鉴于南京站目前的状况，这个案子就交给局里办吧。局座，你不是还有重任在身的吗？这个人和少校让我们带走。
呦，这张脸熟啊。这不是去年夏天在下关火车站逮到的魏记车行的账房先生吗？是将军您保出去的？不是，是魏老大，他让我保的。是他吗？是我。是不是？你是不是魏老大的？为什么要骗我？如果你骗我，事情可以不是这样。不是，是你。是什么？是你骗了我。我骗了你？我看到你没有病。看到什么？看见我睁开眼睛了。陷阱。陷阱。是陷阱，一个捕捉内鬼的陷阱。我结束了吗？是我们结束。戴小姐，有些日子没见了，挺忙的吧？你是来接手这个案子的？是啊，这是一起涉及到我保密局的荣誉和捣毁地下党南京市委的特大案子，我必须要把这个人带走。来人。等等，戴小姐，是不是还要给伟作打个电话呀？伟作在长沙开会。抱女人大腿是很危险的。局座，我们是在执行委座的命令。是。报告。站长，局座，戴小姐请局座去接电话。除了委座的电话不接。是夫人打来的。嗯。局座，快接吧，夫人已经发火了。情况一有进展，我会随时向您汇报。嗯。屌丝屁！
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先生，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？主子，你回来了。你希望我最好回不来是吗？主子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做牛做马的干，可我从来没有一点坏心眼儿。那是因为你儿子和女儿都在日本，全靠我，他们才能活到今天。没错。一品轩来信了吗？他们再三推脱。主子，我看我们要不……少干！主子，江边的形势越来越吃紧了，听说四野的共军正从东北往这儿赶，我们要不……你慌什么？美国人在南京的阵脚还没有乱，斯文特还没有开溜，那就说明一时三刻还不会打起来。我是担心夜长梦多，一品轩的老板万一发现房里有东西，他会把一品轩翻个底朝天，宝贝早就拿到手了。不可能，除了我不会有人找得到，那是我亲手设计的。哎，除了硬来，你还有什么主意？主子，要不你把藏宝的地方告诉我，我去把宝藏偷出来。偷出来？啊，让我先想一想。不过暂时不要再惊动他。是。你跟我真的就是为了去美国那么简单？我不指望你会娶我。对，婚姻的确是一件麻烦的事。
我喜欢简单。我也是。哦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田水莲。水莲，你是上海人？耶。话通了，双方都没有说话。报告站长，他们已经把电话挂了，双方都没有说话。打给谁的？七号别墅。查一下谁来的电话。外国会馆，斯文特的电话。知道了。只有两种情况，让真迹失去作用：一是绝对诚实，二是绝对谎言。前者是崩溃，后者是超越。很少有人能够超越的。人要抗住药理反应的可能是微乎其微，却证明还是有可能的。微乎其微，那证明还是有可能的。在这个实验室走出去的人当中不多呀。是你吗？不是我，是我的老师。那你的学生也能做得到？你是不是有种异样的感觉？是啊，有点，有点在云雾里。药起作用了。我不重复他们的试题，我们得从感情切入。你爱我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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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。你说谎。你是对另外一个人说的。是对你。我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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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 John Harris。 戴维，请原谅我的自私，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。绝对谎言。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。
什么？我说的是绝对谎言。我爱的是我丈夫。对不起，舅。我说过，你的学生也能做得到。你的意思是说他是忠诚的？如果他心里有鬼，他是中共卧底的话，他就不会骗你，不会说那是个陷阱，因为这就是他想得到的情报。而且他还看到我睁开眼睛。胡扯，我是不相信这些的，那都是美国人的玩意儿，包括测谎仪，在中美合作所失败的例子太多了。那我无能为力了。我的意见是加大剂量。剂量太大是会出人命的。戴小姐，一箭双雕是你的主意，我是言听计从啊。如果现在还弄不出点结果，别说毛人凤放不过，就是南京站。我们不是正在分析吗？分析，我觉得一切正常，少校是完全中计了。快速反应部队是在少校进了巷子才开始行动的。那问题出在哪儿？问题就出在突然冒出了个三轮车夫。三轮车夫，从西街进去的部队发现了这辆三轮车，当时三轮车夫神色紧张，弃车而逃。经调查发现，这是一辆黑车。怎么是你来了？染房暴动了，老沙为了同志们脱险。他还活着吗？被抓了？对。红玫瑰呢？红玫瑰暂时还是安全。你的任务进行得怎么样？他应该注意到我了。他人怎么样？古板，学究型的，不太好沟通，需要点时间。先上非常规手段，时间紧迫，我们的计划要提前。是。那沙大哥呢？放心吧，老沙是值得我们信任的，我们会想办法救他。你自己要注意安全。我知道。去吧。这节课就上到这儿。走了，下节课上什么呀？
教授。这就是你今天上课的内容？是的。这是结构图吗？教授，这是结构图。教授，您看，这人脸的结构和建筑的结构是异曲同工。人的鼻子就等于是房梁，它承受着重力和外力。哼，鼻子承受什么重力啊？审美啊，审美重力。胡扯胡扯。哎，教授，认识男人可是先从鼻子开始的，那不就是审美重力吗？我的鼻子有那么夸张吗？那是因为我突出了建筑意义。还突出建筑意义，有意思有意思。哎，以前我好像没有见过你啊。我是插班进来的。哦，就是为了认识我的鼻子？是的。还是的，你还挺认真的。能不能给我一个为您鼻子破费的机会呢？今天中午我请教授吃小娘蟹。你也是宁波人？北平人。那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小娘蟹啊？瞎蒙的。有意思有意思。他们来了。就在前面。你这个学生真有意思。我们是情侣吗？教授德高望重，能挽着教授您走在六朝京都的马路上，怎么样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呀。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。你说你是北平人，怎么跑到南京上学来了？这不是为了教授你的鼻子吗？就是这儿了。好，我们就是这里啊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们干嘛？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啊！别动！你跟他们是一伙的？是的。他们也对我的鼻子感兴趣？是的。你们准备把我弄到哪儿去？回家。回家？回谁的家？回你的家呀。我的家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家里头可没有值钱的东西。我们需要一张图，中央银行的设计图。你怎么知道我就会给你？你必须给我们。用武力吗？不，用良心。良心？天大的笑话！你们诱惑我，绑架我，还跟我谈良心。说良心是客气的，应该是赎罪吧。赎罪？向人民赎罪。什么意思啊？日本人在南京的大本营是你设计的，日本人的集中营也是你设计的。我当时我是没办法，我是被逼的。现在你有办法了，为你的罪行赎罪吧。我突然想到，如果那个车夫有问题的话，早就向他的上级报告了，根本没有必要再闯警戒线。所以我认为问题还是发生在马天笑身上。这跟马天笑有什么关系啊？马天笑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染坊附近？我命令他搜查染坊，
真信处从外向内行动，对从内向外应该不会发生问题的。如果你早跟我说是秦淮染坊，不就没这回事了吗？是你告诉我少校觉得我是螳螂，现在正在秘密的侦查我。我是说过。那马天笑呢？他也认为我是螳螂，也在秘密侦查我吗？他们两个私交甚密，可以这么说，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秘密。那现在少校说他在我的车里看到的情报，发现马天笑去染坊是个陷阱，他为了救马天笑才去的染坊。这都是托词。那就是让他给拖着了。如果他坚持这么说，您又能怎么样呢？问题在于你没有告诉我马天笑也在查染坊。我是不想让共军逃脱，担心发生意外。哎，还真就发生意外。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意外是因为我了？那怎么可能呢，我当然是说少校了。戴小姐，您请坐。戴小姐，中统那边怎么说呀？一口气杀了俩呀。杜站长，您还在原地踏步呢。哼，我就不信我撬不开他们俩的嘴。用刑对他们没有作用，再说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之前，你是不能对少校用刑的。请。我看我们还是等马天笑来了再说吧。好。这个是在染坊讲到，这是南京城地下防空洞和下水道的总体布局图，他们上不了地面，就只能在地下活动了。我本以为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是戴老板罹难之后局座打压的结果，没想到局座的眼睛是雪亮的。自从我把少校调来以后，你是分寸大乱，简直变了一个人。你在追求少校吗？我一定要回答吗？是。我们是搭档。答非所问。
醒不来，请记住我热血的澎湃。如果我一去将不回来，请用烛光把我静静等待，我会化成为